啄，虫跟筷子的器具怎么相比呢？虫多软弱，石头或车轮一压就会压得稀烂，筷子的器具多么坚强，甚至把山林打得粉碎，使钢铃如同钢笔。但是全能的你能使虫成为筷子的器具。主啊，你能使个人或民族借着你的灵从虫的软弱变为筷子器具的刚强。主，让我们这些虫不要丧胆，因为全能的你能使我们在四维患难的环境中变为刚强。靠着你的力量，我们能叫我们的环境向我们屈服。我们甚至能随便抓一个黑暗的失望，把它拨开来，从其中抽出恩典的宝石。主啊，你也能给我们像铁一般的意志，所有难处都能迎刃而解，就像坚硬的土石遇到铁犁那样松散。主啊，你既然说过我要使你，你岂会不如此行呢？主啊，你建造你的国度都是用地上破碎的东西，人们所要的是强健的、成功的、胜利的，但是你所要的乃是地上不成功的、失败的、软弱的。天上充满着地上破碎的生命。主啊，没有一根压伤的芦苇是你所不能恢复的。你能使一个被痛苦、忧愁所压伤的生命变为一架弹出赞美的音乐的古琴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能把地上的失败变成天上的荣耀。奉主名祷告。